小燕子，是我是我是永琪啊，是我啊，永琪，永琪。小燕子，你碰到什么事了？谁打了你啊？怎么全身都是伤啊？小燕子，你看着我，你安全了，你回来了，没有人能够伤害你了，知道吗？你回到我们身边了。永琪，你好坏，你害我被人欺负，你害我差点都死掉了。是，我知道我好坏，我已经骂死我自己了。这几天我们找你找得快发疯了，谢谢老天你回来了，我再也不会勉强你了，你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不要哭，什么事都交给我，天塌下来让我帮你撑着啊。哪有这回事，不背诗就不给东西吃。好好好，再也不背诗了，我们以后再也不背诗了。小燕子，你几天都没有吃东西了吗？是真的吗？怪不得你那么衰弱，还好我们什么吃的都现成，我去给你弄点吃的来啊。什么？你几天都没吃东西了？怎么可能呢？你不是带了钱走的吗？你到底遇到什么事了？你先不要着急，看样子他这几天过得一定非常辛苦，他的故事恐怕一言难尽的。我们先让他吃饱了，洗个澡，再换上干净的衣服，再告诉我们。他现在怎么有力气说呢？对对对，让他精神恢复一点，慢慢说。反正啊，不管谁惹了他，谁欺负了他，这个人，他死定了。